马尔中秋了，你看你边上那纸什么意思？做灯笼呗。对，聪明。不仅聪明，我还知道我要做个新型灯笼。哎，你既然知道要做灯笼，但你知道灯笼的寓意是什么吗？灯笼就是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呢，就是预示着一种喜庆，然后大家都会挂出来。像小时候啊，我可都看别人家挂什么橘子皮啊、南瓜皮的灯笼啊什么的，就是给自己家带来一个好的寓意，预示着团团圆圆、幸福美满。我已经会了。你让我做这些，我是真不会。我就只会画画。我这剪裁，小学老师看到都要骂我。你看我这剪的。纸太大了。人家教程上都是 A4 纸，没关系，就做个大的吧。做不了了，这个下面那个步骤我得做半个小时。下面那个步骤我得做半个小时。这怎么做下面这个步骤？做不了，做不了，划烂了。怎么做呀？这个怎么做呀？这个。我来做个多边形，但是再怎么着它也得是个圆柱，是不是？我来一个圆形吧。看，我已经有雏形了。你内存够吗？能录六个小时。我这个也快了，别以为。我能不能创新一下，做个那种空纸灯笼？站着不对称啊，这糊纸，哇，这怎么糊啊？我这怎么糊啊？我想问一问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完成了第一步，相当专业。既把里边糊住了，又固定好了铁丝，专业。来这个装饰，我这个镂空的，你从这儿也能看到。我再贴一个亮片吧，贴在这儿。镂空的永远艺术感。有没有可能下一季时装秀就靠我这个灵感？太艺术了，艺术品，漂亮，这个纯纯的艺术品。线没这么长。这个得拿那个胶水，它这个设计的有问题，因为它够粘。OK，
下一步，下一步，这个缠一圈。OK， 好了，就这个样子，有我这个好看。反了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多吃月饼，多做灯笼，不要吃兔兔，谢谢。